溪。华哥介绍的杀时间的好地方，我们先去吃午餐，吃一些海鲜，然后等一下钓鱼。等一下再来钓。先钓。我刚刚去防晒涂一涂就好了啦，真的啦，防晒涂一涂就好了。这怎么？我们先去吃午餐了。怕被吹走啊！等一下来钓。大哥，你有带鱼饵吗？有啊。有带包。哦，还有室内，还有室内，可以坐里面吗？不知道，我已经关系，外面有没关系啊。在拍工作。嗨，我的手不错。我今天去带两只杆子，然后只有一条线的。哎，我们也是哎。对，我们只有一条线，等一下看线可以跟他们吗？他说没有。没有，还不知道，应该可以。我刚刚跟他讲，你知道吗？要先跟他讲，因为这个炒的这样子。炒饭、炒面，知道吧？来。你这个，下一下。贵啊！哎，这样等一下回去就麻烦。不会啊，这个等一下，钓完你都不知道几点了。对啊，今天要待嘛，待到晚上。啊？晚上没有啊？你等一下跟他逛渔港，渔港在旁边。夹水机拍一张来，夹水机。Hello， 水机夹起来，拍一张来。对啊。一二三 ，OK。你在这个拉，你这个不打吗？对，我们就有。好吃。好吃。嗯，不错，还不错。太棒了！快点不会，就是啊，超赞的。这边吃饱饭，就可以在这边钓鱼。不过今天东北季风啊，风有够大的，不要说。对啊，其实要带个椅子啊，没有带。哇，这只鱼会GG了，它已经GG了。没有，我刚刚看它好像有哎，没了。顺风啊！这下水，勾到人，勾到人，好恐怖哦！啊，真的，
小鱼比较笨一点。小鱼比较笨。来，我教你，赶紧伸出去，好，伸出去，好，这样子拉起来。哦哦，开心了。哦，到了没有？开心了，开心了。这把我丢掉了，超了劲！小心小心！我让他去拉屎，你要去加儿童区啊！儿童区，儿童区，儿童区，好不好？关键大声来叫着，惊！是啊，哦，真较巧哦。不是，我嘛叫阮钓钓，伊还搁放落身，还搁放转去，啊，阮就开始咧钓落啊。恁就搁不如艰苦啊。哦。啊，你看是啊。啊，若无就一届，就听一届啊。嗯。啊，若无无，反正就一届以后就。放掉吗？他还没放掉，他不会放。还是不要拍，写腥血腥画面吗？我会把你家里，对啊，怎么把、啊？这边是不是会吃的？这边把它抓起来。哦，要抓肚子啊！哦，要抓肚子啊！大声点！不是啊，我连那个深度都还没夹好哎、欸，很奇怪。鱼嘞？这个不要挑，这个这样子啊。下去了。啊？掉下去了？掉了吗？对啊。哦。都高了，钓好了，钓到三只喽！我这水有够脏的，我不要脏来，水好绿哦。算了，我不让它立起来。哦，又中了，又中了，又中了，钓到了耶！哇哦！抓肚子哦！到我来了，到我了。嗯。捏住捏住，你靠近，你要抓肚子，慢慢吃，照来一些食物。哇，真香，真香美。哎，赶快拍照，快跳出来了，是假是假。有吗？哎，马上钓到了！真的，我钓到了！呜，放下去就钓到，一放下去就钓到了。杆子要立起来。呜呜呜！这个是要钓一把鸡，来访问一下卢一帆有什么技巧？走了，他都走了，都走了，快点拉回来。哦，你往前面干？有啊，往石头旁边啊。对，为什么你不捞一下？耶、yeah, ，我钓到了！好，等一下，先我打结。不行，你先打结了。好啊。我中了，不要紧，打结。抓肚子。先让它增加。我来给你们结，带。鱼网拍照，鱼网拍照，先拍照。谢谢。这个怎么这么湿啊？来看这里，哦，厉害！小心线没有打结哦。没有吃到哦。好像十只多。十只多。你看，哦，全部都是鱼的脸。透光了哦。哇塞，好强哦。好了，来，赶快拍照。围着，围着，围着，拍照。哦，龟。拍照，拍照。龟兴致勃来啊！你好，来。哎呦！好，赶快拜拜，拜拜，赶快放回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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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拜拜。卢彦和，一次钓中两只哦。起来，起来。